个人会不会担心就是解放军要攻来台湾这件事，两岸会开战？会啊。不会是不是？死了就死了吧。老板比解放军更可怕吧？哦，为什么想要逃离台湾？因为我不想打仗。OK OK， 因为不想打。我们政府既然说着说要抗中保台，那我们抗中保台的决心以及执行力有没有？没有办法，真的有作为保台，对不对？我只能用两个字来讲，堪忧啊。影片就要开始了，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吗？赶快订阅！影片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杰克，我今天又要来接访。我今天要来接访什么题目呢？最近啊，那个曹新成曹董不是出资拍了一出电视剧叫《零日攻击》吗？就是讲哦，解放军如果攻台的这个前七天，大家会有什么反应？引起大家非常多的讨论与关注。所以我今天呢，就要来问问台湾的民众。对于这个《零日攻击》这出戏有没有听过？以及如果解放军要攻来台湾了，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？OK，Let's、okay, go。这位妹妹，请问你几岁？17岁。好年轻哦，我17岁。来，请问你一下，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有一部剧叫做《零日攻击》？它是在讲这个解放军如果要攻打来台湾，然后前七天大家的反应是什么？你有注意到这出剧吗？没有，那你会不会担心就是解放军打来台湾？还好，还好，没有想过是不是？就是反正就不知道。好，没有关系。那如果啊，真的就是解放军打来台湾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如果你知道，他们要打过来了。就继续跳舞。想做的事是什么东西？继续做想做的事，做不敢做的事。哦，就想说反正是最后一人生的最后了，是不是？是什么事情？不敢做的事是什么？跟喜欢的人告白？不是。那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好了，反正就是做一些平常不敢做的事啊，对不对？好。好，你好，请问这位先生，你几岁？你好高哦。31，你几公分啊？189。哇，好高好高哦！好，来，请问这位这个先生啊，最近有一部这个电视剧叫做《零日攻击》啊，他讲这个解放军攻来台湾前七天，台湾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？你有听过这部剧吗？没有。那就是想请问你一下，就是你个人会不会担心，就是解放军要攻来台湾这件事，两岸会开战？会啊。不会是不是？会担心啊。好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解放军要攻来台湾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没怎么办，继续上班。继续啊，继续上班，没怎么样，是不是？该干嘛就干嘛。不会怎样，对我而言不会怎样。对你而言不会怎样？你不会担心，还是会担心？死了就死了吧。哦，你很厌世是不是？上班工作压力很大吗？差不多吧。差不多是不是？哦。好了，那个加油，请问你是什么行业的、啊？设计师。设计师哦，难怪哦，辛苦你了，辛苦哦，好，加油哦，好，加油。设计师工作真的很辛苦，我完全感受得出来哦，这个，很好，对他来讲，可能老板比解放军更可怕吧，哦。或者是客户追稿比解放军更可怕、哦、好，来下一位。最近有一出戏叫做《零日攻击》，它是讲那个解放军攻击来台的前七天会台湾发生的事情，你有听过这出戏吗？没有。没有是不是？因为这出戏是讲这个解放军攻击来台前七天嘛，大家的反应，你会担心，你个人会担心就是两岸会开战吗？解放军会攻来吗？说跟我台湾当然会担心一点。你几岁？我现在18。哦，那所以你可能会担心，对不对？我可能要我现在这个年纪就需要当兵。哦，你是当一年对不对？对，我94年就要当一年。OK， 所以你会担心对不对？对，所以如果真的来台湾的话，我可能就需要去打仗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就是如果那个解放军攻来台湾，你会做什么？会试图逃离台湾吧？你还要逃离台湾？你是异男呢、欸？啊，你是异男呢、欸？对
我知道啊。但是你会试图逃离？但我不想打仗。你为什么想要逃离台湾？因为我不想打仗。Oh, OK OK， 因为不想打。对啊。觉得会很惨就对了。对。OK OK OK， 好了好，好，非常谢谢你啊，谢谢。哎，来，这位同学你好，请问你几岁啊？我26岁，我不是同学了。哦，你看起来好年轻哦。谢谢。26岁的成年男性。谢谢。好，请问你一下哦，你有没有听过，就是最近有一出剧叫做《零日攻击》？哦，我知道那一部。哎，他是模仿这个， yeah. 就是解放军如果要攻，就是要打来台湾，然后前7天， yeah. 然后大家会有什么反应？ Yeah, yeah, yeah. 你有听过这一句？我知道，而且这一部在，因为我是军事迷。OK， 在我们军事圈其实蛮红的。Oh, 然后你是军事迷，是我看到我们就是网络上有一个做军事迷因的人，他应该是军人，然后他就转贴这个影片。嗯。然后我看了之后，其实可以分很多角度去看，但我就从两个角度去看，就是、oh. 第一个就是我们软体上，也就是我们台湾中华民国国民的认知上，有没有就是要真的要守护台湾这块土地？那第二个是我们硬体准备好了没有？硬体的话，就是不管是大炮、坦克，然后接下来所有各个战术战备的规划，我们的政府到底做好了没有？好，我们政府既然说着说要抗中保台，那我们抗中保台的决心以及执行力有没有？嗯，我觉得这是这两部片的两大重点。这一部片呢、啊，这一部片的两大重点、哦，谢谢。好，非常讲的非常这个完整哦，谢谢，很棒。请问你一下，那你个人会不会担心解放军攻来台湾？一定会的、啊，就是我也甚至会担心说，如果阿公啊真的打过来，那我是不是要跟我的家人诀别了，就是要拿着枪上战场？哦，你担心要上战场？因为我们的政府现在就是哦比较冲一点。就是抗中，但是没有实际的作为，感觉起来你军事民看起来好像没有办法真的有作为保台，对不对？我只能用两个字来讲，堪忧啊，堪忧，堪忧啊。那我问你哦，那如果就因为零日攻击，它是模拟，就是如果解放军攻台前7天，大家会有什么反应吗？那你自己想象一下，如果解放军现在要攻来台湾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就是准备征召，然后准备为我的国家征战。对。准备，然后决定就是遗书先写好，与妻诀别书先写一下。希望有。希望有妻还是怎么样？有妻、哦，但不要有小孩、哦，因为那是一个累赘。哦，有妻哦，好，就是诀别先写一下。对，就准备就是反正遗书交代交代，然后慷慨赴义，跟爸爸妈妈吃个饭，可能就要散哦，就要去跟阿公阿打起来。好悲壮啊！哦，那就希望我们没有这么一天了。我可以讲最后讲一句话吗？好，你说。很大声哦。嗯。中华民国万岁！发完毕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你好，请问你几岁？18岁。18岁哦，好年轻啊！请问一下，最近有一出这个电视剧叫做《零日攻击》啊，然后它是模拟解放军攻击来台前7天，大家会有什么反应？你有听过这出剧吗？没有。没有，是不是？嗯。那你个人会不会担心两岸打仗，解放军打来？还好。还好，为什么不担心？就。感觉不会打，就是觉得不会打，所以不会担心了。哦、那如果就是解放军打来了，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会怎么样？你会做什么？我会做什么？对，想会跑吗？跑是不是？离开台湾？为什么要离开台湾？就如果真的出事，你说真的打仗，你会想要离开台湾？也不会，就是。那如果离开台湾，你想要去哪里？应该也不会离开台湾。也不会、嗯，反正就是会担心，但是也没地方可去，是不是？对，好深哦。以上呢，就是我对这个台湾民众的街访哦。大家对于这个解放军攻击来台湾哦，会不会担心？哦，我觉得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民众啊，对于解放军如果来了，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？其实。应该是一种无奈的反应啦。女生就是反正随遇而安嘛，那男生就是啊，我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逆来顺受。其实我看到更多的一种反应是无奈的反应啦，就没办法，一般老百姓能怎么样呢 ？OK， 好，那个我是杰克啊，我刚被吓得有点语无伦次了，我们下次见，啊，拜拜。我的观众啊，98.9%都是男性，那他们现在一定很想问你一个问题。请问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有啊、哦，好，大家这个缠念得死啊，那个有 IG 可以追踪一下吗？
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尽力了，好不好啊？不好意思，残念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谢谢。是刚刚那一位吗？不是。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了，那最后啊，有鉴于我的观众啊，98.9%都是男性，那他们一定很想问你一个问题，请问你有没有男朋友？没有。好，大家很开心，聊天区刷一排爱心，好。IG 来给大家追踪一下 ，YU_925，没有男朋友，你探掉啊啦哦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我怕被老鹰啄，太可怕了。这个会咬？不会。你确定哦？喂，喂。哈哈哈哈哈！喂，喂，啊，我会怕，喂，真的哈、哦，哎，还有一只，我会怕、啊，好干哦，他的皮肤。好，我尽力了。谢谢。这个几岁？4岁吧。4岁。好。七岁。那这个呢？啊？一岁跟七岁是不是？哦，他们可以活到几岁啊？十年是不是？十几二十吧。哦，十几二十年哦。好，他叫小白吗？他叫小花。没有。他们有名字吗？有名字，但是叫做……哦，你也忘了。我也忘了。好，没关系。太多只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、哦，那个。哦，好，真的哈、哦，年纪大了比较乖。哦，好，那他会不乖，就是会咬人。他不乖啊，他只是在滑。哎，真的耶，哦，好，很好玩啊、哦，好，谢谢。这一只又是什么？这是地毯马。什么东西啦？它叫地毯马。地。对。它的原产地是在澳洲，然后它是树栖的蟒蛇，所以它活动力会比较好一些。对，要跟它一起拍照吗？我可以帮你画。他帮我就好了。那你可以，我可以帮你挂在脖子上。不要了，我会害怕了。啊？他们不会认人，不过他们知道人对他没有威胁。啊，因为我们人对他没有威胁，所以谁抓他都不会有影响。好了，你放在你身上就好了，他帮我拍。他们吃老鼠，你不要紧张。我叫你这样，手这样往上，不要走，你不要走，然后像 U 型这样，稍微有点力，它会把你像竹子一样这样，就这样定的。不要紧张，救命啊！哦，谢谢，请问他几岁？这一次大概十四岁了吧？十四岁，对，这么大，那品种来说，它这样大小差不多。它可以活到几岁？蛇其实在人工饲养环境下可以到30岁吧。活那么久啊？对啊。哦，好，祝你长寿啊、哦！对啊，对啊。长寿。紧张。好。他就只会爬来爬去而已。可以了。好，谢谢你啊、哦，谢谢。他叫什么？澳洲什么蛇是不是？澳洲青蟒。是丛林地毯蟒。好。丛林地毯蟒。好，谢谢啊、哦，谢谢。废话。我都流汗了。救命啊 ！Surprise！ 现在是工商时间，我要告诉大家，我的 YouTube 频道现在开启了白金会员。加入我的白金会员有什么福利呢？我不定期的会推出私房影片，以及给白金会员专属的直播服务哦。这么好的福利，还不赶快加入？还不加入？赶快加入！